生活 so easy， 玩區生活知多啲。2024超容易。Hello， Hello， 王太，hello. 我哋今日咧，王太呢邊咧就新屋入伙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我哋 Francis 咧都終於員工交曬出嚟啦。咁我哋一陣間咧，同大家介紹下呢間屋嘅。咁因為呢間屋咧，其實裝修過程中咧好多故事咧，包括王太其實翻到嚟呢邊生活一段時間啦。咁呢個位置咧係坦洲，呢個樓盤亦都係坦洲最出名嘅樓盤，界景康城。咁所以其實我介紹裝修之前，有兩個同裝修唔係咁相關嘅問題，想請教下你，跟住我哋再開始同大家介紹呢間靚屋，好嗎？好啊。咁喺呢邊咧，其實你翻到嚟當時選擇坦洲界景康城呢個樓盤咧，其實佢嘅原因係主要係邊方面咧？我諗同其他業主都一樣，有兩個好大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咧，佢係好近港珠澳大橋。我哋港車北上啦，我哋揸車過嚟，由港珠澳大橋即係出咗關口，揸車嚟到我哋屋企樓下。其實咧，好多時都係講緊20分鐘、25分鐘，仲要而家係未起好嗰條坦洲大道。如果係嘅話，我諗可以仲快啲。咁呢個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當時我哋買嗰陣時候，其實我哋都有喺坦洲睇過其他嘅樓盤嘅。咁但係嚟到呢度咧，其實喺外牆蓋立面嗰個環境啊，俾我哋個好大第一印象。第一印象已經係佢好似香港嘅一啲嘅樓盤，因為後來我先知道原來呢度其實嗰個開發商咧都係港資，可能佢都想經營個樓盤係有少少港式嘅。咁樣我哋熟悉啲咯，唔好話一定係好啲嘅啫。我哋都比較我哋自己眼緣。你知道咧，最近有新嘅一期出嚟啦。咁新嘅一期其實個價格咧，就應該比你當時買嘅時候可能要著數翻多少嘅。咁你知道呢個消息嗎？我知道吧，我知道。咁其實我作為一個以前嘅業主，你點樣睇呢個問題咧？我真係以一個嚟生活啦，我唔係講投資啦。如果當然你投資你即係好介意嗰個價格升跌，咁而事實上，我覺得我哋呢一度嘅譬如價格升跌，我唔自己我個人我唔敢代表其他人，我唔係攞嚟投資，我係真係住，我只要住得我舒服。事實上你話價格上有便宜咗啲啦，但係我講緊用香港個角度，我哋因為我哋揾緊香港錢噶嘛，用香港我根本冇辦法可以喺呢一度。以咁嘅環境，即係如果相同嘅價錢，好似平咗啲，但其實大家各人有佢個優點啦，每個嗰個期數，首先我唔係投資，第二樣嘅就係我唔覺得佢要跌咗，只係嗰個唔同嘅性價比啫。唔同嘅區咯，因為你唔同嘅時間段，咁當然係唔一樣啦。其實講翻響呢邊咧，因為中山最近咧開咗深中通道，咁其實係中山係我覺得喺呢個角度嚟講，佢係佔咗兩條橋嘅優勢嘅。深中通道咧就係、是、東邊啦，馬鞍島呢邊啦，你喺從深圳灣出嚟經深圳，你可以去到中山嘅東面。其實中山嘅南面咧，包括坦洲呢度，咁你同港珠澳大橋翻到屋苑大概，即係揸車真係開車繁忙時間，係啊，都係二十。我可以攞翻高德嗰個導航俾你睇，有數據嘅我哋。係啊，繁忙時間其實都係20分鐘，25分鐘啦，係啦，就過到嚟啦。係啊。所以呢樣嘢其實好多揀選呢邊嘅朋友一個比較主要嘅想法，就講翻裝修呢件事情啦。因為揀到個好嘅位置，咁翻到嚟呢邊咧，咁啊 Francis 大家一齊去溝通呢邊嘅裝修啦。咁其實裝修裏邊咧，我聽講有啲小故事嘅。咁一啲位置嘅，包括音響啊，即係要調整啊。我聽講我哋去行一啲家私鋪或者去看很多的這些設備的時候，都花了不少的時間在這件事情。我想我首先要很多謝，即是你有這樣的想法，你都要有一個專業的設計師可以幫你達成先，還有他願意花時間花心機幫你達成。其實他很簡單說一句，做不到
咁我哋件事就畫咗個句號。但係佢願意花呢個心機，其實對佢嚟講，成本係高，時間成本係高咗㗎。咁我哋都好感恩佢。坦白講，我哋可能做咗一個我好滿意嘅，我做係女士，我好中意嘅廚房啦。我先生好夢寐以求嘅一個音響房啦。坦白講，我哋真係有少少夢想成真，因為。你知道在香港的居住環境又或者各樣的成本，我們都沒想過可以擁有這一樣東西，價錢不菲，如果在香港，我覺得這件事是夢想成真咯，即係對於我嚟講係除咗嗰個錢生活之外，其實多一層意義就係、是我喺香港未必能夠擁有嘅呢種空間，相對我負擔能力許可底下能夠達成，呢、這個係一個好可貴嘅地方。Francis 喺呢一間屋嚟講，如果講難度高，你覺得係邊個部分啊？我都幾難搞嘅。阿黃太喺呢個方面嘅呢、這個冇做過彩排，即係好想講，一定會有啲位係難做啲。或者係需要溝通多啲，咁我哋一陣間去片去介紹嘅時候，我就知道重點喺邊度啦。係，廚房肯定係最難噶啦，其實。啱先講我哋呢個位置係坦洲街嘅康城啦，呢、這個質素係相當之可以嘅。即係你喺拆嘅時候，其實都會。冇錯啦，包括我哋入場第一日，我哋同業主一齊嚟上現場睇第一日，都係覺得如果拆咗呢度話真係好可惜，但係咧如果唔拆就真係達唔到，就更加可惜。咁一路做咧都係有好多故事啦，所以我哋呢個單位裝修時長係相對長啲嘅。其實我哋原因啫，唔係都各種原因啦嚇。咁就等陣我哋一個個空間去睇下啦，精彩嘅位置都唔少嘅其實。好，真係多謝曬黃太啦，多謝曬你嘅信任同支持。咁我哋一間咧，即刻去現場睇睇。好，揾容易輕鬆啲，從了解本地生活到買樓裝修拎包入住，因為容易好實在，所以實在好容易啊！我哋好有信心俾你滿意嘅全程體驗，馬上聯繫我哋啊！開啟你值得期待嘅灣區新生活啦！啱先咧採訪完業主啦，我哋就喺呢、這個其實呢個位置係一個入嚟嘅多功能房，其實就主要功能係瑜伽啦，同埋飲茶啦，就一班朋友喺度傾下偈啦，一個獨立嘅空間咯，冇錯，其實幾舒服，日式嘅感覺呢度係。咁一入到嚟咧，呢、這個 corner 位就鞋櫃區域啦。鞋櫃。咁其實呢一間屋咧，因為我入到嚟有兩個好大嘅感覺，就係、是、業主頭先講啦，佢好中意嘅廚房就喺呢度。同埋我哋感受到咧呢一面牆咧，好少咁樣用呢一種板係有啲叫反光，其實就係、是、有個岩板。係啦，成埲牆板咧係覆蓋板嚟嘅，所以俾到大家會感覺比較光灑落嚟係舒服好多，柔和好多，高級好多，高級好多。我感覺因為同我哋之前用嗰張板唔同嘅，係高級好多，加埋呢塊岩板咧襯托翻整個，因為佢呢個户型呢、這個覆面其實好大。係啊，好吸睛呢、這個位置。然後望翻嚟廚房，這個廚房咧，其實想講嘅係，我哋其實都賣好多咁嘅户型咧，呢種雙排嘅係一種雙排嘅單位嚟㗎。係啦，咁其實咁樣改動咧個好處喺邊度咧？我又覺得空間闊，空間闊之餘咧，多咗好多功能喺度嘅。係睇緊呢度係一個升盤，其實 Mango 你後邊嗰邊仲有一個升盤嘅，咁變咗雙升盤啦。咁其實如果做開家務嘅。嘅朋友可能知道有兩個升盤係幾咁有好處，係啊，生熟可以分開啦，又可以有唔同人操作啦。係啊，女主人頭先話好中意呢邊就係、是、一邊係生嘅，一邊係熟嘅，而且呢邊咧你煮完咧直接即係擺上去有少少即係 island 咁嘅感覺，係咪有少 island 咁嘅感覺？然後整個廳嘅位置就比較舒適。咁一排過嘅櫃咧，喺我哋嘅即係設備安放上有冇啲？嘅問題咧，有嘅設備好多，我哋有手碗機，仲有係消毒五櫃，係啦，仲係慳錢翻用翻開發商送嘅嗰個消毒櫃，仲有大冰箱啦，跟住仲有兩個係蒸箱烤箱嘅位，唔係一體嘅，分開嘅掃地機位，仲係上下水嘅。好少見有嘅就係開放式嘅垃圾桶位。哦，呢個係垃圾桶嚟嘅，我嚟以為咩機嚟？熱水爐啦。呢邊原先就係個陽台。推翻出去，然後就有翻呢個位置咧，就做埋一啲收納。係呢、这個其實有四條落水管喺度嘅。哦，呢個位置，所以就利用翻佢做翻一個包。係啊，細細地都夠位啊，同埋呢度咧，因為
係洗手間個位置，洗手間，洗手間位置，所以咧專門就做多個排氣咧，就轉多個窿。呢個其實可以做得更好嘅，只不過就申請個物業唔准許，就係我哋本來係想喺天花上面開孔出去嘅，就唔批准，只能夠喺呢度啦。呢個物業都是一個非常之嚴苛的物業，係咪？咁呢個位置咧，因為佢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啦，所以佢做咗一個推拉式嘅，係啦，圍合式嘅推拉，即係真正用起身嘅時候咧，就係你可以當一個密封廚房用咯。所以呢個係比較方便，但我相信都好少會圍合嘅，你有呢種開放式嘅感覺。都有一個細節嘅，就係圍合式嘅廚房係更加符合我哋國內嘅大陸嘅嗰個燃氣標準嘅。嗯先是燃氣安全上來的，安全上好。那我們看回呢，其實在戶型上這個位置打開了之後呢，這級天花升了上去，其實你覺得個廳很高，是啊，很高，然後因為顏色很純正，顏色很純正，就是一個簡單的木的餐邊櫃配這張是不是就不是訂製，你就買回來的成品嚟嘅，成品嚟嘅，成品嚟嘅，翻嚟一個尺寸，其實同呢邊好搭。咁講到定制櫃體咧，呢個位置嘅定制櫃體咧，我覺得就好有必要同大家隆重咁介紹一下啦。複雜嘅，見到有除咗傳統嘅我哋做開電視啦，喇叭唔止一個，加埋低音炮四個，播放器啦，功放樂啦，要做呢件事之前咧，全部線路要計好曬，計啱頭啦。投影幕布、投影機，仲有兩邊嗰個後置音響、後置喇叭，咁就係一個好完整嘅一個。當時做呢個咁複雜嘅，加埋電線路、網絡、天花，其實有冇翻過工咧？有噶，係因為其實係有一個好複雜嘅一個系統嚟嘅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喺其他單位係冇見過咁樣做法嘅，真係嘅。我哋要同做櫃公司溝通啦，做水電師傅溝通啦，同埋做設備音響嗰個廠家溝通嘅，幾方面去做呢個事情咯。即係要多方協調，最終先可以出到嚟呢一個效果嘅。咁呢兩隻貓貓咧係業主叮囑我重點同大家介紹，亦都好靚仔嘅。咁喺一個餐呢、這個又唔叫餐邊機，其實你擺喺呢度咧，整個氣氛就好舒服。好多單位就會越嚟越少做中間個大茶機，係唔做大茶機咧就可以用一啲細機仔，而且仲可以係呢啲機仔做活動嘅，有轆嘅。哦，就你推嚟坐到邊去到邊咯，即係如果坐到呢個位置，咁咪就可以推過嚟咯。其實不用咁大堆嘢嘅，係咪？就少少係啦。係就好似當年咁，又擺曬藍罐曲奇嘅，係咪啊？紅當當嘅 Lulu、青 BB 嘅 Peter 仔走嚟你屋企拜年，就冇呢回事。冇呢回事噶啦，依家。而家兩杯咖啡，兩個人就好開心。係啊。咁呢種，你如果用一種風格去定義佢，有冇話呢種叫做？因為我哋少見呢一種叫做咩風？呢個單位其實裝落嚟係比較北歐風嘅。北歐風。只不過就係佢係更加簡潔啲，即係少咗好多一啲。綠色嘅元素啦，黃色嘅嗰、那個即係橙色嘅元素啦，咁就呢個係白色為主嘅其實。而且有啲木頭原木嘅元素呢啲就係啦。呢邊嘅單位係因為地磚比較黃嘅，係啦。呢個係原底開發商嘅地磚嚟。係啦，所以其實我哋要用翻呢個木色，反而係貼近翻佢嘅。咁我哋入去房間睇睇，因為咧出邊咧有影音之餘咧，入邊咧都仲有一個係專門聽 Hi-Fi 嘅小天地，淨係一張凳嘅啫，你知道冇計男冇計女主人嗰條數啦，所以男主人嘅地位係比較之係呢間房係音響房啦，咁我哋就再喺牆面上面、牆身上面係做咗適當嘅隔聲處理嘅，減少一啲迴響，成個房間係貼咗牆布嘅。咁當然，如果喺專業上面嚟講係未夠嘅，要做吸音同埋隔音，呢個只係我哋滿足基本功能啊個使用。主人家嘅耳仔搭夠係咪？呢個專業性。因為其實喺屋企其實都唔會開好勁嘅，乒乒乓乓嗰種啊。OK， 咁呢啲咧都係喺香港揾翻翻嚟。揾翻嚟嘅，咁嚟到呢度咧，我想講埋個天花嘅問題，因為其實呢個房間其實唔算好大，我知道原先交樓嘅標準都大概兩米九左右嘅天花。咁我覺得呢條片咧，亦都係個好好嘅同大家展示嘅，就係你壓咗個天花頂落嚟之後，其實我哋企喺現場係覺得係高好多嘅。兩個因素，第一個因素就係呢個單位本身就係開發商標配咗係風管機嘅，咁風管機嘅高度已經定曬啦。咁我哋就唔要就住佢，佢係吊得好高嘅，因為原嚟係冇嗰個圓浮頂天花噶嘛，佢就圓流板，我哋唔可以再降低佢，降低佢所有水位都唔啱嘅。OK， 就喺原嚟嘅基礎上去。係啦，所以會導致咗我哋呢個平頂天花係要
由咁高做咁高，導致咗我哋依家見到條燈槽呢個位置已經係樓板嚟，已經係樓板嚟㗎啦。係，所以我哋呢個預防15公分嘅一個高度。咁我哋睇翻咧呢邊嘅呢個音響嘅位置咧，就係男業主俾個提示嘅。如果你想運呢啲音箱翻嚟咧，你可以將下邊個喇叭拆咗佢，然後你展示一下咧，睇睇入邊係冇嘢嘅。因為呢個問題其實都好多朋友問到，我點樣運呢啲音箱翻嚟？咁呢個咧係感謝呢位熱心嘅男業主咧。提供的一個很好的方案，即是這個是純粹個人的建議，個人的建議。好，那我們去看看主人房這邊的情況。好，這邊呢，因為它原先呢，它的交樓標準是高的，所以這些櫃是不是都是原先有的呢？櫃有的，這邊的交樓標準是真的高的，有衣櫃和有窗台櫃。哦，這邊都是有窗台櫃。窗台櫃都是的。那我們在這個房間主要做的工作筆埋在哪裡呢？做翻咗氛圍出嚟，我哋全屋都係標配無主燈天花，咁但係咧會有少少唔同嘅地方，就係我哋做咗一啲牆背板之餘啦，仲有一啲側邊嘅細細地嘅吊燈仔，呢啲就係我哋做翻噶啦，牆板咯，同埋天花啦，呢個係咪咧？呢個都係啊，我哋做翻一啲隱藏軌道啦咁樣嘅。咁其實一間屋嚟講咧，大概個幾件事，不過地板我哋冇換啦。櫃體啦、天花啦，包括最重要嘅電啦，好似呢間屋咁。電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我哋啱先講音響房係走咗一條專門嘅音響 HiFi 專用電源線入嚟嘅，即喺電錶嗰度重新走一條線路入去到嗰個音響房，係手指公咁大嘅線嘅。咁呢個線係專門專俾音響用嘅，避免咗信號干擾咯。所以其實每間屋咧。隨住業主的要求不同，咁我哋做的事情雖然是同樣是精裝單位，同樣是呢個户型，但其實做出嚟的效果，或者是我哋做的功夫，是完全是兩件事情。係，同埋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可以做的基礎上，我哋可以做得更多，就是關於留意體嘅，我哋有一個弱電箱位同埋強電箱位都是做了隱藏，完全是齋見到條邊嘅啫。所以大家入嚟到唔見到弱電箱在哪度。雜嘅嘢係咪？係啦，咁就係比較方便咯。好嘅，咁今期咧就好感謝咧呢位。王太啦，感謝黃生王太啦，你嘅支持啦，咁喺我哋鏡頭背後咧，默默好支持我哋。係，咁相識咁耐嘅時間咧，亦都喺佢手上唔止係一個單位喺度做緊裝修。係，咁好感謝佢一直嘅支持，咁大家都成為好朋友。咁今日咧翻嚟收樓嘅時候咧，亦都好榮幸咁可以採訪到佢，肯出面同我哋仗義執言一下。冇錯，今次咧就未出鏡，下一次咧希望可唔可以邀請到？出出樣係嘛？咁 OK， 咁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裝修案例就到呢度啦。咁下一期咧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嘅節目，點翻個關注，有啲咩咧，我哋喺評論區大家一齊交流下。要定力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灣區生活知多啲，容易話你知啊！移居翻嚟灣區咧，肯定會有方方面面需要考慮嘅。例如嚟到一個人生地不熟嘅地方，我哋究竟要點算呢？我哋容易工作室啊，會從飲飲食食到各方面生活嘅 tips 咧，都會還原最真實嘅狀況俾大家嘅。而且仲會邀請翻居住喺灣區嘅嘉賓啊，真實咁樣分享所有嘅生活俾你哋。咁了解清楚再做選擇，一啲都唔遲啊！咁多嘅樓盤，咁多嘅區域，究竟要點揀呢？真係好煩惱啊！但係咧，我哋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唔同嘅需求。咁喺合適嘅區域裏面咧，我哋就一定要慢慢了解，慢慢去選擇啦。所以容易工作室推出咗零壓力嘅睇樓服務，定制化嘅睇樓路線，一對一帶你去了解周邊配套，幫你揀到心水嘅單位。入住新居肯定係人生大喜事啦！容易有 Henry Francis Freddie Mambo 同埋 Sherry 嘅裝修咁大件事啊，肯定係要做得放心，交付有保證啦。容易頻道每個星期至少都會有兩個嘅裝修落地案例分享噶，每一份案例啊都係一份交付嘅信心同埋保證。咁多案例啊都係實實在在睇得到噶，放心交俾容易，喜迎新居入伙啦！揾容易轻松啲，从了解本地生活到买楼装修拎包入住，因为容易好实在，所以实在好容易啊！我哋好有信心俾你满意嘅全程体验，马上联系我哋啊，开启你值得期待嘅湾区新生活啦！